Hello， 大家好，我是旭。那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台港澳呢刚刚发布的一些关于7月9号的直播资讯。那这一次的话是直播，说是2020的泳装活动。这次问号问号当家惊叹号惊叹号问号。那这一次的话，我们在猜这一次的角色呢，就是我们的四兄系列啦。那因为其实这次还蛮多地方可以去猜出来了。第一个就是穷奇旁边的这个东西呢是穷奇的配件，那大家可以去找原版的图片，就还蛮明显可以找出来。再来就是这个剪影其实也蛮像穷奇的感觉，还有最重要就是这个不是踢到西瓜算输吗？好，那大家应该都知道说有在看一些日本动漫的话，就会知道他们泳装回呢都很常会有劈西瓜，那劈西瓜呢就其实是劈到的才算是赢家。所以呢就看得出来呢，穷奇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属于是非颠倒的角色，所以呢他就会说劈到西瓜算输。所以呢就是我们从这些地方可以推测出来呢，这个角色是穷奇。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大胆猜测，这一次的泳装活动呢应该有可能会是四兄系列为主题的一个泳装活动。那大家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好，那我们就直接来讲一下这一次下面的一些资料咯。那这一次的话呢有几个企划。第一个就是呢去这边的卷子填写说你觉得题目是上面图片呢是什么角色。那这次其实里面就有一个选项是穷奇，所以八九不离十应该就是穷奇啦。啊，还有一个就是在直播中有一个算术大考验，然后呢在直播结束之后呢就可以在这张表单里面去填写说里面的答案，然后就还有也是可以获得三颗金石，还有一些可以写一些直播回馈的问卷也都是在这边。那直播预计是在7月9号的9点半结束，那是的填写期间呢是到7月16号的2点59为止，所以这个大家时间是一个礼拜，大家可以赶快去填写。还有的话就是 FB 跟 YT 累积观看人数呢突破一定人数呢就可以拿金石。那这次的话是1900个人呢有7颗 ,1700 个人的话呢是5颗。然后还有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留言跟分享呢就可以去抽400颗金石。那大家我相信我是有看到有人有抽到，那也是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分母。那我觉得有抽有机会啦，大家就赶快去留言，我觉得有抽到的话就算是你的一个机会。所以呢这一次呢看起来没意外应该就是四兄为主体的泳装活动了。所以其实这个有点说意外呢又有点不算太意外，其实四兄一直人气都蛮高的，说实话其实他们的人气都蛮高的，不管是从刚出来的时候呢还是到他们过去篇呢正常的时候呢以及到后面的四兄塔系列呢，其实我都发现他们的人气都蛮高，所以其实他们出泳装呢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是很意外。那如果很喜欢这些四兄的人呢，所以其实也可以趁这个机会赶快入手他们泳装系列，好好的舔一舔跟闻一闻，好不好？那我猜也有可能会有南华真人出现，好不好？我在这边大胆乱猜，我觉得有可能会有南华真人，所以喜欢南华真人的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来弄这个活动，或者是来抽这一次的卡片，把你心爱的老公老婆们抽回家。那也欢迎大家就是可以分享给已经退坑的朋友，但是还是很喜欢四兄系列的人呢，就可以趁这个机会回坑来吸一下香香，好不好？那喜欢我今天的分析影片啊，就按个订阅，按个喜欢，帮我分享出去。今天就这样子咯，拜拜。